也让我错到一半。非常善于战斗的大妖，今天总算是亲眼见识到了，即使神将出手也不能一时半刻解决吧，再拖延下去有损我天界威严。没错，放任一头妖猴逆乱天宫，我等也太没面子了。不行，就算没用也得试试。唐三藏你有制止妖猴的办法，为何还不用？念吧，紧箍咒。师父，不要念咒，一起作战，杀出天宫，我们有机会的。唐三藏，别忘记你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去西行的，难道你也想把他据为己有吗？师父，定是你会把七星毁掉的，别相信他们。孙悟空的胡言乱语毫无根据，你会把自己和猪八戒沙悟净的性命都压在这种话上面吗？现在马上制止他，还有宽容的余地，不然连你们也要被视作叛党。就算你们天宫的家伙都一起上，难不倒我。孙悟空还没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吗？别妄想了。唐三藏，如果连四大天王都出手，我也保不住你们师徒几个，别犹豫了，快动手吧。我若念咒制服孙悟空，他会判死刑吗？如果会，我愿意以我性命来换。我没法回答你，但是你如果还不动手，你们师徒几个都会被视作逆乱天界。怎么办？要打吗？师父打，我们就打。这次惨了，俺老猪还有大好前程，还有整个城寨等着我去做王，还有老婆等着我回家举报。住手，谁也不要打。师父，悟空愿意赌上性命，他的怀疑为你没有。在此一战，我们九死一生。我身为八戒跟悟净的师父，不能让他们冒险。悟空，原谅我，为师不得不这么做。紧箍咒。师父，不要念呐！严住！孙悟空，这样打败你不是我愿意，是抉择
就是职责。悟空，大师兄，亲手下留情。唐三藏，你做得很好，你的功劳会被天界记住的。请不要伤害悟空，他所犯的罪由我来承担。谁有罪谁来受罪不是由你来决定。孙悟空把奇经收入心中，是打算以性命做赌注，但是他输了。孙悟空，在无尽时空之中，我们或许还有相见之日，但绝不是你的知己。悟空，上啊！大师兄要死了，我们还愣着干嘛？沙妖，别乱来！你想跟妖猴一个下场吗？离去！我，对不起，不关老猪的事，放过我吧。师父，悟空，这不是我想的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为什么，师父？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我很气，真的很气啊！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。悟空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悟空，不！逆乱天界者孙悟空已伏法，奇经也收回了。做得好，我要得到奇经。